开不起啦，开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开了，开了呢，开了，开了呢，啊啊，开了，还是。真的假的？我亏啊！我亏啊！和你等我，你等我，你上车，你上车。聖パ閣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。早く聖パ閣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 ！这科批传教士呢，你不是有怕迄、那个那叫留言终结者？啊，留言终结者。科批的留言终结者第二集，我收到一个讯息啊，是一个记者传给我的，他问我说知不知道？我说我还真的没试过。他说最近网络上出现一则传言，手机能做四件事情，这是其中一件呐、啊。跟那个车有关的对对对，跟车有关系只有一个。他说手机可以打电话以外，还可以干嘛？就是在那个钥匙没带的时候，或是你把你的车子的遥控器放在车上，门不小心锁起来了，怎么办？好、哦，他说请家人在家里用备用钥匙遥控器打电话给锁起来的人，然后透过电话按遥控器就可以开了。到可怜用卡打呼修嘛，不可怜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今天来破除这个留言。我们准备了新式跟旧式的，我相信越新的车是一定越没机会。你说旧的搞不好，古的搞不好有机会。频率跟传的贵。好，他有说哈，好，譬如说你打给我嘛，啊，我除了备用钥匙，我等下骑，将你的手机好立啊。要离车门大概一英尺，好，一英尺我去查，大概三十公分呐、啊，差不多几球的艺术啊。这样子的话，车门就会打开了，不管距离有多远，都会奏效。骗笑哎、欸，好可怜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拍这个影片，看看可不可以终结这个留言。我相信应该是不行的。啊，先出发，我们去找车了。我们车很多啊，我们多试几台，好不好？不要说我们胡乱，走。好，啊，我先锁起来，这只有缝隙，可以吧？锁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先走了哈。好吧。啊，但我靠你，你靠我，我靠你，拜拜。要跑到哪去？跑到柱子后面。为了那个公平起见，有没有？我决定等一下四话跟赖我都打，好不好？一英尺，三十公分，相邻长度。那我应该啊，没有。你觉得可以吗？我觉得胡乱。我会觉得胡乱的，如果那么厉害，我一按全世界的遥控器都跳了，还是说一按全部跳弹都在动了？很远了吧？很远了吧？他们在那边。哦，这边应该按不到了。哎、欸，来了。好，哎、欸、哎，华、欸、姐，小时卡来哈，卖掉。好，你看到哈，我开扩音好了。喂，你要按了吗？我现在先卖对点位器，我隔家应该有够远了吧？你双黄灯够是？无，拢锁掉。无嘛，嘿，好好好，安尼我要起啊，吼，准备哦，按拉克起落啊，准备哦，按拉克起落啊，起，我已经起啊，无反应诶，开啊吧，无啦，然后我换个位置，看会不会在前挡收，来再帮我按一下，飞弟，我即马一直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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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一直起就对啊，我只看到位，干面会掉诶，卖公用扩音，我卖用扩音，没有咧，诶、欸，我一直起啊咧，但是没塞啊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赖，我觉得我不想再试下去了，今天一台就不行了，这有什么好试的哈？这一集才三分钟就结束了。我换打赖，七啊，六七啊，哎呦喂，你看不？接收器在哪里？我没有啊，找不到。没塞，二七八，搞不好这旧型的是用这个红外线的，并没有发出讯号，搞不好新型一点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换下一台走。怎么可能可以啦？可是这个是这样哈，我们如果今天没经过实测，我们也没办法笃定嘛，对不对？但虽然以我的头脑、我的想象，我是就觉得不可以，可是还是要试一下、啊，对不对？或许这台不行，我们有很多车种，我们等下再试几种车看看。大哥，你有看过那种用网球的？那骗人的啦！我还看过那种马桶的，有没有？哦，有啊，一压有没有？其实你在后面按，哎、欸，开的。哈，好像是记得是这样做的了。好，那我们上去楼上。哎、欸，他们走过来了，走好久了。你有听过那个吗？堵在下巴的吗？透过人体出讯号啊？什么东西？把遥控器吞到肚子里？堵在下巴，然后用人体去发信号。这样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有了，三二，白痴哦、喔，这样也会有啊。走啦，
下一台我们是啊、哦，红色这个马自达 MX5， 搞不好比较新的就可以了。我们要这样想，亏。快了，好，可以。So， 对啊 ，So。好，走了。哎，等他打电话来哈。哎，行得久的嘞，嘿呀，太远了吧？其实正常来讲，应该到铁皮屋那边应该都收不到了。哦，哎，走啊，上车啊！干嘛上车啊？是骑不动吧？好了，够远了吧？这是他小朋友啦！你快掉下去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为什么这边只有三 G？你老师在卡后倒追叫，在那么空旷的台北线、啊、喂，哇，六七幺吗？好，按。没有哎、欸，没嘞，没开，没好，还是你换赖打看看。好，换赖。好，手机不行，换赖。我跟你讲，再来试的都是拖台前的啦。好，来，我这把跟你接啊。没嘞，你干嘛没电啊？我不管门啊，震动拢困过啊。我把扩音关掉，我接。还是这一头。哈，吹袂吹？好，我过吹你，我过吹你。所以网路听听得到啊。现在不是疫情严重，说那个如果喉咙怪怪，酒精往喉咙里面喷一喷，这样就会把沙子病毒了。那不如喝酒会比较好。喝高粱比较快。对，喝高粱比较快。啊，往那边去啥？南边那个气节福斯，试一下信口生有没有比较强一点？那搞不好那个留言是从国外进来。哦、啊，对啊。啊，你两地啊，你换我啊，我要来试客户诶。叫你啊，叫你、啊。好、哦，等我先开，等你哦。好啦，收起哦，收。哦、你知道我有啥物经济无？这搞不好人家伫国外来，要用进口车。哦。哦对哦，搞不好这是国外的留言，对吧？哦，走走走。我是唔知走偌远啊，但是安尼正常来讲，够够远啊吧？好。收起一台钢机啊，啊，够付啊，一样我们就先打电话。喂，开啊嘛哦，开不起啦，开开，哎、欸、哎。开了，开啊呢？啊啊，开了。等下等下等下，你等下你等下你等下，你伫倒？你伫倒？你是足近的无？篮球框诶！甲你徛倒来，你徛倒来，你徛倒来，我不相信你徛倒来、啊。真的假的？我开啊，我开啊！好，你等我，你等我，你上车，你上车。这这多可能？篮球框在那里耶，不可能收得到啦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至少300公尺而已。开啊！啊，就无够远，我都够远诶。太可能，篮球框够足远个啊咧。好啊，你啊你搁个锁起来，你搁个锁起来。无可能，这台无摸门啊，无可能啊。等下我都锁起来，锁起来。啊，你后壁咧，拢几关？无啊。哦，我徛来去后壁合体去。哎、欸，我有吓到哎、欸，刚讲话讲就可以跟走开了。我是抱着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心态。聖馬角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。早く聖馬角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被我们破解了，原来是在镜头是不是？那我就还要先欧洲。我跟你讲哦，等一下我们先拍照片，传给他们看。啊啦，都会晒，我都无懂啊，就厉害了。啊，有远啊吧？都过了，你是真正是实际啊嘞。好，王健，现在这边没路了，要拍到我们到最底有没有？哦，再过去就是自行车道了，没了。好。咱翕比较小，咱先传好以后啊，咱讲袂咱好小，咱甲合体啊哈，好来啊，钥匙拿出来了哈，我要打电话喽。喂，你有看到吗？我已经到合体的最后面了。我怎么看得到？马吉马吉，我今麦起哦。啊，起来。马吉马吉马吉，我今麦。啊，起来。喂。有吗？没啊，这次没有了。加强一下。还是我要提近一点，当他遥控器真的那么远哦、喔，不然等于篮球框。好好好好好，你等你哈。还是篮球框磁场比较好。这是一个像聚宝盆一样。好呀。我上坡。哎、欸，可以啦，冲起来哦。刚刚五级这样困难哦、喔。我助跑啊。今年了，爱偌久？两个小大裤背袂起哩，小大裤背袂起哩，我有你我。来，我告诉你哦，篮球框底下，来，七蕊，
开啊呢，你搁骑到出去的？啊，我唔行好，我唔骑。我现在我们站在我们后门按哦，嘿，后门开。无。后门就没有了。干，那边应该是这遥控器较远吧？有可能哦。啊呢，较远呢？没有。还是我换代看看。好啊。所以应该是那个。不晓得。比较遥控器比较远而已。来哦，我起开。开啊呢？开啊。你的，我伫后门啊，天窗后壁这个角啊，收，对，收起啊，好，我再往后走，够行硬的，真的假的啦？感觉上应该是不太有可能那么远啦。厨师的遥控器有什么厉害？应该没错、哦，正常来讲，我起码伫后壁这个空地家这个，好、哦，来我开，无哈、哦，无呢。啊！你搁行较快咧，啊！无你哪骑哪行，好不好？我哪骑哪行。开了，锁门。没锁哩啊！我都往回走。好。这里是开的信号卡口。伊会使让你救急啊，你啊。锁啊，行足晏咧，行到尾咱就框来啊咧。锁啊！啊！你开咧，开。无啊，未开啊。应该是未啊，我都行一个。开啊！啊，小叮当一个咧，每次好像都要稍微走动一下就好了。收，干嘛收？收叮当子。哦，收啊。收啊。啊，你今麦人伫倒？伫篮球框往后门方向。阿哥啊，你讲吼，你卖叮当，电话挂掉，啊，你开看卖。好，挂掉指挥啊，好。挂掉，一共指挥嘛。好，安尼指，指，我咧指啊，我再按。照你讲，应该安尼应该就有啊。咻！卡来啊？会使吗？等来啊，别再等来啊。好。给我钱了，被答案揭晓。答案是我们的遥控器够长。会使吗？来，停车。会使做结尾啊。结尾啊！我跟你讲，拄啊电话挂掉了，你遐试嘛是开啊。你跟电话都跟我都无关呢。哎，如果这样也能开，就跟电话没关系了。对啊，那就真是遥控器耶。好啊，那跟电话没关系。就是它的遥控器就有这么远啊，浪费我时间哦。可是这样就很远嘞。所以福斯的遥控器可以很远，很远哦。你看我那上的角度丢啊，一个虚丢啊，它从头到尾跟电话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啦，那今天我们是三台嘛，好，留言终结者成功啊，破除了啊。啊，对啊，送成功，破除了吧？这个是骗人的，他一开始我干的，以为是成功的，我都亏也行，我他妈想溜你去。对啊，走到篮球光那边是比较宽，看挂啊。喜欢的观众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。啊，喜欢这一类的节目，留言跟我们说，我们下次再继续。还是说你有看到什么想要破除的留言？留言传来传去。啊，我们如果能力范围内，我们刚好有车，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对，好不好？啊、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我烂东西。性価格、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。早く性価格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我想阿丹，你下次等你交女朋友的时候啊，认识女生的时候啊，你说我现在想把你抱起来，女生就说啊，你抱起来干嘛？你就说对，对，啊，抱起来干嘛？对，好了，接下来就进入脱台前阶段的啦。有一个口急的去买那个弹珠汽水，老板，这汽水多少钱？哦，这汽水一瓶25块，开，哦，开，啪，开罐器嘛，开不起，感觉没听过，我没有听过，妈烂死了，这烂笑话，竟然没听过，走了啦，哎呦，还是他小朋友啦，好不好？我坐一下，我想想。哎，我已经坐很前面的呢，你屁股那么大哦。好了，走。坐定来高架，坐定来高架，唔该，跟上来了，唔该，别误会吧，只要我安利对了，无那个那个，把资料上到。